来玩这款台服即将推出的游戏《魔戒》。好啦，即刻开战。那这是一个国战类型的，那我们就选个国家吧。噔噔噔，要玩哪一个比较好呢？哦，那么气势磅礴吗？真的假的？战斗是这个样子？我很怀疑耶，该不会只是一个片头动画吧？战斗是这样，这你敢信啊？啊，这魔戒正版授权的啊，背景音乐是不能随便放出来的吧？我自己猜的啦，放出来可能又会出现版权声明喽。哦，去年有一款叫做《权力的游戏》嘛，就跟这款就很相似啦，粉丝向的，也可以跟里面的同伴，像这款的话就是可以跟《魔戒》里面的同伴并肩作战。来吧，来了，弓箭手。编队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其实像这种魔戒，以台湾来讲嘛，人气度应该70-80%吧，我觉得，毕竟都海外，这个海外的话，肯定是很红的啦。台湾玩家的话，忠诚度应该就还好，没有中文没关系。大概看一下画面就知道了，反正就是可以采集嘛，有粮草，有木材，有铁矿，各式各样的。建造。花一花啦，这边就是建筑啊，然后就是要看一下珠宝等级有多少。这个是打地的吗？哇，打不过，太差了。感觉好像是打地的，跟《三国志》战略版一样啊。怎么打赢了？来看一下战斗。啊，还是有战斗画面的。哼，我被秒杀欸。Victory，我们看一下胜利的。玩这个还是要中文啊，不然你角色的背景故事啊，还是一些。系统内容啊，可能就看不惯了。右上方有战斗倍数，可以调整。这个打不过。哦，装备。啊。伤兵哦。被坏花了，不用神了。
战力现在是1540啊，应该打得动了吧？这是算了，那个还没解锁。这点是攻的，这样打过了吧？1500多哎，去吧。他们旁边的地也顺便打一打好了，好吧？不要让他闲在里面没事做。只能拉到那么近而已、啊、我可以这座城市几级的城堡，我有一个新的计划、啊、我不能不见了，一些奖励啦，又解锁了新的设施啊！打地玩法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这就像漫无目的在那边打而已、啊，这个是不是有在保护起啊？他是没办法指向的、欸，这边是新玩家吗？应该是新玩家，没办法指向。好吧，游戏就玩到这里啦。其实玩法大同小异嘛。这边氪金的地方看一下吧。哇，装备。还有30天建造，这个等于是要买的吗？相关活动，游戏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